2018年消费者心目中理想品牌发表会暨颁奖典礼，三立电视再度蝉联今年理想品牌电视台类第一名。三立提供记者吴志伟台北报道。由管理杂志与哈佛企业管理顾问公司联合市调中心所举办消费者心目中理想品牌大调查，是全国消费者理想品牌调查历史最悠久、最权威的调查。一日举办2018年消费者心目中理想品牌发表会并举行颁奖典礼，三立电视再度蝉联今年理想品牌电视台类第一名。由三立电视行销公关部资深副总暨发言人张正芬代表出席领奖。管理杂志发行人洪良浩与三立行销公关部资深副总张正芬。三立提供，三立电视以原创内容为核心，每年制作约4000小时内容，其中超过1000小时戏剧，是台湾唯一全自制优质内容的媒体，并且以专业争取主办金曲奖、广播电视金钟奖、台北最嗨新年城跨年晚会。张正芬表示，谢谢观众对三立电视长久以来的支持，今天才能获得此殊荣。三立电视是台湾人的电视台，我们会继续坚持自制优质内容，对社会传递正面能量，让世界看见台湾的美好。于此，在2018年消费者心目中理想品牌大调查中，再度蝉联今年理想品牌电视台类第一名，遥遥领先国内电视台，是消费者心中新占率最高、第一个念头立即想到的电视台品牌。管理杂志发行人洪良浩与三立行销公关部资深副总张正芬。三立提供。